较谨慎的，他们还是会派出一个前点的位置。还有拿皮中的车，这边还是来到了 P 城。哎，他是有分彩啊，有分。哎，那边是打了个计政。DKG 他累了。我这边来看的话，需要汇合呀，看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啊 ，DKG 也有这样的想法，看落地谁能够拿到这个车。好，不拿车了，那咱们这样落地之后呢，就先拿一把枪。天，这边看到令已经去拿枪了，所以说自己也不太敢拿载具。这边不知道天有没有拿到枪，但是呢，主动向上冲，他没有枪，直接打了一个背身，还想追吗？小心对方的队友哦。打残波残血，继续的追。应该知道啊，看对方，哇，这个天的是身法非常的秀，但是你秀你快，哎呦，这边被狂哥哥直接爆了一枪头啊！哇，这个天你有点狠啊！确实啊，这一波的话果然是我担心什么来什么呀，我就觉得这个 P 城没有人，但在我们吃尝过甜头了，对吧？那很有可能会有别人来满编冲的，这局 XQF 确实是大意了，既想拿 P 城的载具，又想去拿 P 城的资源。就想着去分彩嘛。对，其实这个就跟上一把一样嘛，只不过说我们上一把是因为分彩到这儿没人在这儿，然后其他人才来汇合的。是啊，那当然了，现在来看的话 ，P 城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战略要地了。这一局应该是想想办法来快乐老家，稳住资源之后呢，再进行集结。嗯，这个圈是给到了一个东北部。是，这局来看的话啊，落地少一个人，看上去是。DKG 美滋滋了，但戏呢，我觉得无伤大雅啊，无伤大雅。就是虽然少一个人嘛，决赛圈可能会难打，但是这一局的话，对于 XQF 来讲，也是吃一堑长一智，不能因为一时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点位就掉以轻心了。说实话，对，当然其实他们也没有嘛，就是还是用了上局比赛的一个。跳法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对面给他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对，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 SMG 不在，所以说 P 城再加上这样一个航线来讲的话，难免会有想法。上局为什么 DKG 他不来呢？因为 DKG 的航线就是这个航线是支撑 DKG 去到 N 港的。对，这一局的话 DKG 4M 没来，我担心 4M 来，但是没想到 DKG 也是跟 4M 一样四海为家了。现在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嘛，因为现在其实每天都有五支战队，它是轮空的一个状态。嗯，那大家上场的时候就会，有的时候可能就航线不太照顾自己原跳点的时候，就会去找一下这些跳点，去别人家做客。对啊，去别人家做客。刚才的话应该是。
绕开。绕过丘陵地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车速啊，包括车技，千万不要像酷酷一样给我们示范错误的开车方式。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， XYF 他们之前也会说，哎，我们会踩到这个儿城这个水城这个地方，其实有一个假车库，他们会经常去。按照上一局的感觉上来讲的话， XYF 现在也不是特别追求圈正中心的那个点位了。现在还有一个点位呢，就是儿城南侧的水塔山的位置，也是可以去站一站的。对的，那个点位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高，而且算是一个打靶位置了，周围的状况一览无余。博弈手西切嘛，博弈手西切的话，周围最高的点位应该就是儿城南侧水塔山，包括儿城的仓库的位置，这个两个位置的高度应该是持平的。刚刚一扫而过的镜头，他们是看了一眼那个龙门客栈，发现龙门客栈是没有人的。站这里也可以吧，那就是防守有余啊，虽然有一些这个进取不足，但好就好在啊，这个点位是可以保车的，这属于一个二等防区啊，能保车，但是视野上稍差那么一点点。而且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个地图周围的战队来看的话，药剂它转移很快嘛，所以说研究所这个位置是空的。而且呢放 plus 不在，所以儿城也是空的。那我们需要提防的呢，就是身后的这个 LK 以及我们的老邻居勾 CR。JCR LK 啊，这都不说了是吧，懂得都懂。看这边酷酷感觉是，哎，他们现在还是一个分踩，小明这边是踩在了废墟的这个山坡上。这是肯定的啊，因为这个点位的话，首先仓库啊，而且就是首先仓库这个点位啊，如果敌人想攻破的话，必须要踩到伞兵这个点位上去封烟，给到一个近点，然后去投掷物伺候啊。但现在来看的话，伞兵踩出这个点位，既可以保证他有打靶的机会，而且呢能够保证在龙门客栈仓库的点位至少是不会有人能够攻破的。就像在古代守长江一线，有句话叫做守江必守淮嘛，而现在伞兵所站的这个位置呢，就相当于长江北侧的淮河一线。刚才的话伞兵无奈他没大盘机啊，那咋办呢，只能拿把 AK 了。这个枪一开还是起到了一个劝退的作用。酷酷这边是来到了这个水岛山，看看这个圈啊，兄弟们啊，来一个西切那就美滋滋啊，不来也没有关系，毕竟是吧，真正的强队是不靠圈的。哦，邱老师，哎，可以啊，水岛山酷酷宝站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舒服。看到他这边是想要转移的意思，他是要观察一下这个点位的话。水塔山刚才我说了嘛，好就好在视野好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转的点位。姑姑这边看完之后呢，应该也是确定了，在研究所里边是有人的。哦哟，这边 GCR 我们老邻居是帮我们报仇了，直接把 DKG 完全淘汰，不愧是我的好邻居啊！先在此谢过。对，我们继续看，其实他们这边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付出了释怀的代价。对的，居民。你看现在来看的话 XGLAF 也还是分彩，而且载具保的也非常不错。之所以说高点制已经有酷酷去占了，还要把这个载具给藏起来，也是防止啊，如果酷酷被冲掉以后呢，自己这个研究所确实是就是可以保车的地方不多嘛，只能是开到研究所里边去。对的，其实他们刚刚因为那个伞兵他往外踩的时候也注意到了 LK 这边其实离他们是比较近的，所以说知道这个信息之后，酷酷站在这样的一个高点位也是会去看一下 LK 目前的一个走向。对，不只是探查周围的信息嘛，也能够起到一个劝退的作用。对，感觉 LK 整体的风格来看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勇猛。对，而且现在啊，酷酷所站的这个点位是在水塔山的南侧，任何一个队伍想要进攻的话，你不管是北侧还是从 LK 这个方向来看的话，研究所都是可以提供到火力支援的，只要酷酷不要太过于激进贪枪，我觉得都 OK， 这个点位单人是能够踩得住的。对，其实这个肉身探点就怕贪枪。对对对对对，当然了，我看酷酷有点按耐不住的感觉。毕竟上一把这个 mini 还是给我打了一个赛场之心的。是，不知道 LK 又走了。LK 说不好不好，这个点位看上去虽然说只有一个人，但是对方研究所肯定踩人了呀，是吧。 LK 这个已经是本场比赛第二波被 XYF 劝退，是就这个是应该是赛场上的实习退堂鼓选手。对，说实话 LK 我是也比较看好他们的啊，就虽然说比较喜欢 XQF 的这种打法，但 LK 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怎么说，
大丈夫能屈能伸吧。哦，他不太在乎说啊、就是我这波溜了，可能没冲啊，就是可让别人觉得我可能很怂。但是呢，他深知明白一个道理，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对于我们 XQF 来说也是一样的，可能我们这个季前定位赛的冠军也没有能够拿到，可能第一周的周冠军也没有能够拿到，但是我们知道联赛是长局制的，最后的总冠军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目标。对的，这个也是我们开赛之前选手们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。那昨天是四十分，我觉得啊，嗯，今天的话拿到五十分就属于一个及格线了，场均不是日均能够拿到五十分啊，我觉得就 OK。哎，基本上是已经比较稳了。对对，可以去冲击一下周冠军。日均五十分的话，冠军可能有点难啊，但是呢，能够保证拿到不错的周积分啊，也是比较 OK 的。嗯，看到这边，哎，其实对于 XQF 这样就是我们来说的话，其实它是会出现这种高爆发的一天，哎，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可能会有可以期待。没错，嗯，来看一下这个圈。哎呦，隔壁吸，哎呦，帮隔壁阿妹老师又吸了，您看看，吸到了这 ELG 的老家 ，ELG 的老家，也就是研究所附近呢、啊，您看看。嗯，但是你现在要看看，可是我们站在这里啊。对呀、啊，多谢阿妹老师 ，ELG 吸圈，哎，吸过来了，那还是不用动啊，不用动。不过我之前也有看这个线上入场 XQF 们，他其实我们这个粉丝啊，虽然我们。解说不太敢吸，但粉丝他们是会吸的，所以说、哦、哎，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功劳的。对啊，确实确实。哎呦，这边的话炮儿被看到了一起非常凶悍的冲防战斗，嗯，看在眼里是急在心头啊，自己想劝架想拿点分，但无奈呢，这海岛地图，这要是沙漠地图的话，这肯定是盐极少，那咱能劝一波，就像昨天打天霸一样。对，现在是 AG 组会放他们在房间里打，我看着有点尴尬、哎，说，哎，居民你看到了吗？居民说，哎，我看到了，哎，我正嗑着瓜子。哎，哎，该劝的还是得劝的。啊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小环机拿起来了。哦呦，魏方还是守了下来了。这波刷屏，我们也能 get 到这波信息嘛？对，等他把 AG 带走了，那现在这个位置就只剩下魏方一直站队了。对，等于说魏方还兵不血刃的拿了下来。嗯。我们周围的房子也要看一看。嗯，对于 LK 来说的话。然后可以是站在R城的东城头的，东城头这个点位和信息呢，库库应该是很难捕捉到啊，因为他不敢站到这个追大山的平面上，因为一旦那个点地方倒了的话，确实这边一是枪线给支援不到。嗯，因为他往南边站的话，就是散兵他们这里就可以去支援了，他上去的话，他们也打不到对面。嗯，现在我们最大的隐患还是就是人比较少，人比较少。哎，散兵是从哪儿摸了一个大盘机啊？应该是在研究所里搜了一个。哎呦，您看看咱老兄弟 ELG 真的是路不拾遗啊。哎呦，有点不识货，真的这么宝贵的一把枪。哎，但其实这个捡到我们身上还是很好的。嗯，对，谢谢阿美老师给咱留的一把大盘机嘞。就谢起来了呗，主要还是药还是有点少啊，比较难受。这 ELG 说咋回事呢，嗯，这我咋离了我老家以后呢，这个啊，当然这个圈也对 ELG 比较友好，主要因为，ELG 它动的比较早嘛，对，站的一些优势点位是理所应当的。那我觉得，哎，其实库刚才还是朝着 LK 开了几枪的，说明有。哦，这边是看到了。刷刷伤害，哎，说不定一会儿还能拿个赛场之星。哎，那也行。还能拿个赛场之星，看下一个圈啊。这个圈就会分出到底是 ELG 的位置好还是我们 XQF 的位置好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如果再往西刷的话，我觉得三兄弟就应该要集中一下了，因为一会儿肯定会有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啊，要来冲一波的。哎呦哎呦，这还真给到 ELG 了。但是对于 XQF 来说呢，也可以选择不要着急，太着急动啊。如果说真的是有目标的去动的话可以去，但如果是盲扎的话真的不建议了。感觉其实伞兵他一直在瞄威放的 A 六。哦，难道说？但其实威放的那个点位呢，和我们现在所站的研究所呢，大差不差，就相差无几。哎，就感觉这波就除非我能放到对面一个，还是再会去考虑去冲这一波。当然呢，伞兵刚才开镜看到那个红楼呢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嗯。哎呦，你看这打台少年啊，再次上线。嗯，既然这个。你躲在房区，我打不了你，打个载具还是可以的吗？哎，对，
对，应该看威放是想动了，威放想动，这是往哪儿动呢？其实他们要动的话，也有点太着急了吧。嗯。这圈一缩的话，库库这个点位的意义就已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了，所以说应该早做打算转移。那我们在这里猜这么多，不如来听听选手的选择吧。嗯，那个妖姬可能是药房的。药房。那妖姬可能就是厕所，抽到一个。那我天贴到了，我就直接去那个厕所。可以。把车放后面。我能看到那个厕所，还是破坏影可能是破坏影可能是伊米泰尔，妖姬不去拿的话。估计就是他们，因为他刚刚打了个天霸的。打了个山的话，估计是 AD Force 他们。看 AD Force 跟谁打架。看着庙应该没有人。有人帮你踢屁股的，库库。该有的厕所都没有，圈中的厕所都没有。哎，他那个神都有的蹦蹦，好像要去那个厕所。没有没有，我直接看后花园。哦，没去。别把我给厕所给抢了呀！我操！我准备去了。嗯。如果他再往回跑。全连厕所都没有，皇帝。要是真再刷一个全。能抢厕所的，往上刷，你们可以抢这个坑，应该你们可以去厕所观察一下那个坑。哦，没给他坑到，在那个花园，那个坡开花园，嗯，应该是四 M， 我看到小小剑的衣服了，嗯，我要发球，我去厕所了，去。黄点厕所没人，去。OK。正中心那个。我也得走，待着没用。他拿出来当掩体吧，把后面拉开一下，能拉开就拉开。小白，我刚拍雷了。这几条有人吗？你们看不看见木屋？进来，进来，别吵，进来，进来，保命。把油捡了。把油捡了，库库。太阳会拉，二房拉不保命，保命。那个木房，那个木房，我看到一台粉色马杀。嗯。一台啊。我看到一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就把它分出来了。别这么无聊。哇，关不到了是吧？嗯。我这个挑战不了。哎，妹妹，干嘛啊？你看看那个马车左边，还有一个小坡坡。他给人家关克雷进来。这坡是不是可以趴着？是吧？不能趴。你直接出了楼，随便跑哪里。你们三个在里头，很难受的。等东西可雷过来。或者拿有个人挪一下，就分别了吧。对，拿车挡右边。我捏地方了呀，人的话。我给我房边封烟吧。我出去拍马上那里。OK。那马上拿了挡右边。你们在那个坡下。一定要封到外面，别把厕所里面的给封。我出。男人出动的话，我只丢厕所。你们那蹦蹦应该可以挪一下吧。我丢一颗。哦。蹦蹦当后台了。没台了，没台，不用挪了。我就看有蹦蹦有没有出来就行。嗯。我去，他是看到我了吗？别兄弟，你穿不死我的，把我吓到了。说了是不是在微放吗？嗯，好像是安居刚刚。要算了，放狙不给单，
我补。不，没事，自己补。我自己有眼。眼伤了。没事，不慌，不慌，不慌。不补，妈，是一片，是一个队。我靠，我被有点偷烟。能救吗？能。要不，你给偷烟里去的。哪里偷的？这里，这附近。没他烟里面你。哎，叔叔，这是偷的烟。没偷，没他烟里面。偷不了你。宿舍楼没缺。他会来这个木屋，他可能跟木屋是一队的。花园那边也没有，一会儿上一会儿，然后我封个烟。我赶紧封烟，你不要你来，不用再封烟了，我就一待里边。我以为有人拍你嘞。不，有人会撞过来，花园那边会撞过来，特别火力。花园不会撞我们。你们这边太多保镖了。哎，都是家。他们分出去的，跟这里分的。打了。打起来了，我一棒，勾下。我一棒倒俩。都在倒一，都在倒二，哎，你们可以把木屋打了，把木屋给打了。恭喜啊！都倒二，都倒二，再被补了一个。我们打不到啊！你们是能，如果他们出来，你们是能从后面去抽啊？那个刀房能打我们？拉起来应该，威风没被补掉。嗯。都是啊，应该是黄脸拉出来分到这个木屋，然后被撞。对方就三个人好像。吃完了，都是啊。啊，威风满天，我操，裂开。对方好像就三个。他被补过吗？他没有。他出不来反波的，他出来反波被屋揍。死这个，他们就三个人。三个车，两个。哇，怎么补人呢？我要换钻，我要换枪。我这一波如果去补人的话，后来那个人上来有点跟不上枪线了。确实啊，但总感觉这样的一个圈形的情况之下呢，在厕所达到这样一个位置啊，嗯，也是很难得了。刚才其实第一时间如果说不进厕所的话，会不会更好一点呢？因为对方的话下车的话也会有一个延时。不过呢，都是事后诸葛亮了啊。嗯。总归的话，只要进了厕所，进了这个厕所，这一局吃蛋糕的希望就会很小。总归拿了一个前五啊，拿了个排名分。去了，回不来了。下去了，走空投。这那边有两个头，这边。哎，那单防是打那个厕所。拿一个再给我看一下绿点，绿点要过马路打黄点。我操，他他妈要去山上了。这边不带圈了，我 L 开始吗 ？L 开怎么又出现在这儿了呢？他乱扎的。我一放在那个防区了。啊，这个这边 IG boss 的。这里黄点 H boss 的两个人，我看到两个头，至少两个。就在那里。可以。可以。那是挖一个吗？上楼顶。我先挖这个出了，别把那个厕所卡了。啊。救不了，把厕所卡了。这厕所都没了，好像厕所被那个违放占了。H boss 离婚了，抽根烟。我操，好多烟 ，H boss 这个。还行，楼顶封烟。我知道。要不你们三个人卡的话，我就能去这里了。打不动，打不动。我一放就去上厕所。大手。一楼有一个，我这边一楼。摔死一个。帮我。一楼也藏起来，藏起来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左边也有，哪呀？他们搞定好了，一楼很多人，我架子，我得打药，第二个，
左边左边还有，左边还有。这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两个。还有这个这。越打越远，越打。我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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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里。在我这，在我这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过来吧。马哥上了。啊，还一出血。紫光，紫光。漂亮，海岛地图的霸主，两届周冠军回来了。海岛地图的霸主，这个不是吹的，在上一周我们就领先了20分，拿下了上一周的周冠军。是的，在前3局比赛，我们可能打得些许拉闸，但是我们周冠军的底蕴是放在那里的。这场比赛11个淘汰，同时获得了第一名，分数非常非常的亮眼啊。对。